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李宗盛。李吉他2011年校园创作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各位同学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去你们学校的吉他社报名啊！我不是在找大歌星，我找什么呢？我找能够写很好听的歌的人啊，真正关心生活的人啊，或是寻找李宗盛正在寻找30年前的那个李宗盛啊，肯定有比我厉害的啊。那我们有什么奖品呢？啊，我们奖品呢，优秀的人可以成为李吉他的校园代言人，而且呢有吉他，有李宗盛做的吉他送你哦啊！同时最重要的可以参加李宗盛亲自指导的专辑的录制，今天就去报名吧。